庆高职演艺科同学，同时也是电影《古镇演员》的杨震、徐浩轩及陈博元带领下，21位同学敲打出传统艺术的魅力，时而轻柔，时而强烈的演奏变换，展现出台湾人的丰富生命力。今年中庆高职积极培育优秀的戏剧及影视人才，希望同学能在所学中得到应用的机会，让本土艺术得以立足台湾，耀眼世界。